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莫涵。那么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这个，这个名字大家已经记熟了，我不用说了，对不对？然后，上集的话，我们这个公寓问题啊，就在上集的评论里有观众回答说，可以在公寓里面用电脑，然后查看这个公寓的入住，包括邀请他们入住这一个设定啊，因为这边的话，这个模组啊，这个帖子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些有关。房屋出租的一些内容的涉及到吧，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去，玩这个内容，去测试这个内容，因为我最近也是工作嘛，大家也知道，我更视频已经挺不容易了，每天回来会，深更半夜回来录一个视频，就剪辑啊什么的啊，丢上来啊，挺花时间的，对不对？那模拟人生系列的话，其实我每次玩都是，还是比较用心的去玩这个游戏。虽然像上集这种突发事件啊，这个时有时无的，因为并没有办法避免这种问题吧。因为模组的话，它是搬运过来汉化的，并没有这一个教程帖子或者教程视频，告诉我们怎么去用这个模组。所以呢，像上集这个问题的话，我尽量避免吧，尽量避免。但是如果在模组使用中，我还是遇到这个问题，那也没有办法。我可能会就是，比如说突然间，视频停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接上下一段，有可能去看攻略了中间，或者去研究了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们就还是把这个地方买。我们可以那个啥，那个叫，把那个电脑放上去。有观众说这个爱情公寓根本不像公寓啊。我们改个名字嘛 他没有马桶，他说每个房间需要有个马桶，需要有一个什么换衣服的那个衣橱，对不对？但我现在没那么多钱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把资金转过来，转移，1万吧，10183，全部转移过来，然后呢，我们。先暂停一下，先要造一个电脑，所以我可能需要有一个房间。可以盖楼上吧，我觉得盖到楼上会好一些，然后在楼上搞一个房间。这边需要一个楼梯啊，所以可能会往后面挪一点点。我们需要往后挪一点点。卡住了，卡住了啊，好。其实这些房间我们可以扩一下，然后给他们每一个房间搞一个厕所。我就怕他们没有那个，就是没有怎么说呢，就是没有那种，不对，对，就是怕他们没有固定的上厕所地方，或者其实也可以改成那个，要不就把这每个马桶放到他们房间去吧。这样行吗？这样马桶坏了谁修呀？这太贵了吧！这一个马桶多少钱？王座世界，那400块。哇，这马桶奢侈，每人一个马桶，每人一个马桶。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可以拆掉了。洗手台的话，可以给他们搞一个，每个房间有一个洗手台。沙发其实没必要，我觉得，沙发没必要，沙发给它改了吧，我们再改造一下，反正把这里改成我们的那个，那个叫啥，改成我们的一个，工作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房东工作的地方，或者放一台电脑在里面。这个贵不贵？我们先把这个每一个这个东西给移到这边去。这样吧，要不还是太挤了，我觉得。这个花可以净化一下。这样吧，按照这个格式吧。
这样还比较拥挤啊、哦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挤。来来来，我们改一下。150还可以，不是很贵。统一规格，然后把这个床全改了。啊，改成双人的，这好像不要多少钱吧？啊，这个也要200多块。这个真的是爱情公园，双人床，还可以住两个人在里面。但是这个模组里面没有这样的设定啊，真双人床。把这边还是改造一下，肯定要改造一下。这样的话真的是双人床啊，虽然不是平面的，这样可以利用空间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其实是模组啊，原版没有这玩意儿。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个东西啊，默默大，你这个东西是哪来的？啊，这是模组，这是模组。并不是官方的，里面就有这玩意儿的。洗手台，马桶放这边，啊，非常的拥挤，但是我们已经利用了很大的一个空间了。这个能改颜色吗？啊，改个，这种。这是什么呀？机器人，统一颜色吧，基老子，就这个了。我感觉像儿童乐园一样。没有好看的床单吗？就这个吧。这个可以啊，挺不错的，绿绿的。好，全部更改一下。吧，然后把这里的这个给他们都引来一个黄色，黄色，黄色，好像有一家马桶没换过去，马桶没放好，强迫症难受。这个能改颜色，这还不改，就这样吧。然后这边插一个椅子啊，我们给他们每个放一个椅子。还有那个柜子，梳妆台，不是梳妆台，就是那个衣柜，衣柜搞一个吧。衣柜有没有一格的这种衣柜，比较简便的这种衣柜，这是两格的，这个不好看。有没有单间衣柜七，哇好贵啊，750把我买穷了，是八个。没有更便宜的吗？900多，想跟他们搞个衣柜，但是买不起啊，太贵了。便宜的嘛都是两格的，但这种是三格的，真没有一格的，一格的要这么贵，750，而且还不能放，
啊，这里不能放衣柜，因为有个马桶在交互了。放个椅子吧，算了，给他们搞个椅子就行了。不奢求给他们搞点啥。一人一个舒服点的椅子，70块的金属椅。哎呀，还放不了椅子，没办法。那这个放这边，这个放这边吧，然后这个这边可以放一个椅子。这个椅子为什么是两盒宽的呀？这个桌子不能连椅子吗？这个桌子不能连椅子吗？哦，这个桌子是不能连椅子的，那就给它回来，然后把这个桌子换了吧。哎呦，这好尴尬呀！这个不是普通桌子。我们这一集还是改造这个我们的爱情公寓，给它改得好看一点。哎，我们的爱情公寓啊。一个小餐桌就行了。还有海岛风，这种的吧，这个吧。自己的房间还没搞呢，我们的那个办公房间还没搞，倒是把东西搬过来。兔子就回家睡，然后我们这边忙完活再回家。然后这里可以放椅子了，终于可以放椅子了。餐椅其实也可以这样啊、哦，不行，不能这样啊，这里可以放椅子，然后。老派餐椅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，哎呀，我们这一水的这个胶囊公寓，好了，把这里可以拆了。把走廊也拆了，我的天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一边盖一个房间，这边我可以盖一个房间。给它来个斜角，然后锤子锤掉这边。这边装一个门，然后跟他们的颜色不一样啊。这是我的办公房间，对不对？办公房间要好看一点。我记得有一个挺好看的壁纸啊，找一下，这种。哦，这种，我记得有一个圈圈的壁纸是在哪里？不记得了，有个圈圈的壁纸。哦，这个知道了。OK， 这是我的办公壁纸啊，壁纸。然后地板的话，地毯。可以。OK。然后我们门的话，这边搞一个门吧，搞一个他们进不了的门，对不对？超级双扇豪华版，给他们装普通的，给我自己装豪华版。然后外面也是 OK， 无安墙。我发现给他们感觉里面的那个地毯改一改吧，给他们的这个里面稍微好看一点的木质地板。
对吧？这样看上去舒服一点，然后墙纸还是换掉它去。墙纸，暗系墙纸。然后换个颜色，稍微好看点。啊，这颜色可以，比走廊的好看，比走廊的好看。走廊的壁纸有点诡异，走廊的壁纸就是用刚刚这个吧，啊，这个复古风，然后里面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我这边完全是两种风格。然后我们里面到时候什么电脑桌啊什么马桶啊全搬过来对吧，我这边也搞一个马桶，给它拦个单间出来，我也要上厕所啊吃饭啊什么的呀，拦个厕所。这个音乐怎么那么诡异啊，毛骨悚然的音乐。哎，用他们这个洗手台，他们都没地方洗澡，我发现没有洗澡的地方吗？哇，要不给他们来个淋浴间？有没有封闭式的淋浴间？500块，300多，换个颜色，红色。哇，这我感觉我穷了。哦，我们这个真的是一应俱全啊，全有，啥都有。呀，我 QQ 响了，我应该把 QQ 音效给关了。谁呀？谁上线了？打扰我，请勿打扰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在里面还是外面？哇哦！啊，我这边嘛就搞一个瀑布型。洗浴间，我这边也搞一个这个门吧，都一样。然后里面颜色不一样，感觉我这边奢侈多了，我总感觉我这边好奢侈。奢华版，然后我搞个这个吧，我还是喜欢这种日式风格。然后地毯是榻榻米的，榻榻米地毯之前用过，家里用的就是榻榻米地毯。啊，不是这个，哎，那个榻榻米地毯是在哪儿的？榻榻米地毯是在，不是这个，哎，找不到了。那应该是这个啊，应该是这个吧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了，反正回去再看。好了，我们这边再来个写字台啊啥的，一台电脑是要的，对不对？必须的，有一台电脑，啥电脑都行。办公桌来一个，我肯定要稍微高级点的办公桌。超级大书桌，哎，这个吧，1000块一台电脑，老板转椅来一个。哎，不对，我不应该拿这个桌子的，我应该拿一个老板桌，对不对？应该拿一个老板桌，办公桌。然后他们一进来就看到，啊，老板，房东的这个配置很厉害啊。老板你卖了干嘛呀？为啥把老板引卖了？
进来就面对这个，然后我这边可以睡觉的，对吧？我可以搞张床。我怎么感觉到这里来办公了？哦，还有这种的双人床啊！哦，这还有假的梯子，我把这个梯子给装上。哦，其实到时候可以换成这个，这个好看啊，但是贵一点，500多块。装饰品。装上，假装是有梯子。嗯，挺好的，棒棒的。哎，这个玩意应该是装在床头的吧？因为我没有住过这种。啊，不过不行，就放床头吧，移过去这样，强迫症难受。万一观众说啊，你这个梯子放错位置了，不应该是在这的，反正是个装饰品嘛，应该放在这个椅子边上，因为这里硌脚，怎么躺着对吧？虽然他们不会爬这个梯子，只是一个装饰品。好了，我这边的话需要一张床。哎呀，我需要一张床，我需要一张睡得舒服的床。除错，这个床叫除错，太空毛毯床，双叠床。感觉这个床比较好，我可以放一个双人床，万一兔子过来睡觉呢？对不对？万一兔子过来睡觉呢？老板睡这种日式床，奢华一点。土豪金，黑色笔记本。老板这椅子是红的，哇，奢华。这边这个改一下，啊，这个颜色改一下，跟他们要不一样。好嘞，这个里面地毯是啥情况呀？那、啊、我们吃东西可以搞个冰箱，但是不一定要有那个，对吧？吃东西可以搞个冰箱，哟，买不起了呀，真买不起了，搞个冰箱在这。再搞个组合台，哎呦，没钱了，转点钱过来。转个5000，啊，转个2000。买个便宜点的，这种吧，这种吧，这样就好了。再放个炉子，哎呀，我们这里应有尽有，什么都有。我们这个背包里面有啥？有个怀旧马桶，这个不要了，放个怀旧马桶。多放几个灯，我这还可以多放几个灯。然后把这个颜色改一下。好的，很配合我这个色系啊。非常配合我这个色系，啊，这边搞一个，哎，这边不能放东西，这个是不是我可以放到这边来一点，歪一点点，然后这里我就可以空一个位置，感觉还是有点挤，这里就可以放东西了，应该不会堵住啊。为什么这里还放这个？然后我们买一个那个厨房的这个炉子。买个高级炉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买一个水池，洗碗用水池放这里。
阿兹腾，我们该有的都要有。阿兹腾，哦，这，啊，这个能碰到吗？感觉碰不到这阿兹腾。阿兹腾就不要了吧。蓝系统就不要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完美啊，真完美。开始吧，然后我们存个档。好了，我可以装修完毕啊。这一个25分钟，其实我也不用加速啊，我觉得装的挺完美的。你看，我们看这个里面。嗯，挺棒的啊，特别棒啊，只不过这个地板改一下，强迫症看着难受。卫生间 OK 很好。好，厨房的话就给它改成这种，对不对？然后卧室的话给它改成木质地板。啊，中间，那我感觉这个不用改了，厨房就改一下就行了。厨房这边改两个这个东西，矮墙，我不要高墙，我要矮墙。这好像有点穿模啊。好了，我这个公寓啊比之前的那个版本好多了，进阶版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门给设置一下，这个门固定啊，左上门除所有人家庭成员除外。家庭成员除外。好了，他们就进不了了这边。然后这个的话就不要锁了。然后我们进来直接控制这个，就是在这个设置里面它会有一个，哎，看到没有，租赁旅业，然后出售旅业用地，撕毁确认房客。我们现在是没有房客好像。然后我们现在是没有房客。老板来租了啊！啊，我们可以选择访客，确认访客。年纪大的就不要了。啊，土豪可以叫进来。这是他们一家的。啊，这是两个的，鲍勃是一起的。这个小孩就不接待啊，小孩我们不接待。我们可以点确定，好像他们就会来啊，他们就会入住。啊，来了。入住了，这是我们的房客啊。更多选择，啊，好像没有设定吧。反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有房客了，但我不知道这个钱到底是怎么赚的，是按什么比例收的。你看这个入住租客、确认房客、撕毁租赁协议呀，这他们就不能租了吗？入住租客还是这几个人吗？我感觉找这些杀马特比较好，这种老人就把1、2、3、4、5，还能来人吗？啊，正好满了。好，反正他们进不了我们这里啊。呀，我这里有厕所呀，为什么跑到别人那边用厕所？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，他们怎么会一坨子人在这里面？
就会跑到别人那边去用厕所，所以我为什么我不想那个啥的？我有办法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这边锁住，可以锁住，锁上门，所有人默寒除外。应该除了某汉以外，锁住。你看这个就很尴尬啊，就只能我不能点那个，只能让他要吃饭啊什么的话，只能固定。然后我们这边是有很多租客了，现在兔子这边的话，我去看看啊。我现在这边就是有哎。啊，这个钱是这边来的，然后这里面现在的话，我刚刚说你可以点开店啊，但是有个问题啊，它因为没有道具是没法开店的，所以我已经设定了这个爱情公寓吧，我现在有个爱情公寓，之前一个店卖掉了，对不对？我把另外一个店给卖了，反正我们这边有公寓住就行了，让他们全住进来，还有人在洗澡，我的天！我的天，哦，他不尴尬吗？怎么在无限洗澡啊？真在无限洗澡啊？太挤了吗？这个？我可以做点吃的。哇，这洗澡啊，一坨子人在上面床上聊天，还挺嗨的。你看，兔子这边是还剩多久要去上班了？一般，但是好像这个模组导致他这个职业好像出现了点问题啊。我也不知道是更新了啥的关系，演艺技能，然后锻炼。友谊，在想兔子这边5级演员怎么办呢？还好只有电话可以去预约。哎，把这个吃了。哎，为什么我要出去吃？跟他们唠嗑。这什么坏了呀？你这鲍勃怎么总是在这里洗澡啊？他们下不去了，非常尴尬。我感觉双层床好像太挤了，好挤啊！这里，这里有收入吗？哦，又来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们先回去看一下兔子那边咋了，或者我就在这里，我就不走了。我就不回去了，我就直接在这里，还是回去一次吧。回家，在不这里，我们回海岛啊，我们搬到海岛去了。为什么还要过来呢？我要拉上他们干嘛呀？一个人就够了。开店2小时没有财报，不知道怎么赚钱。问题是，就是光住不赚钱。兔子呢？兔子这边还没开始啊。星期一12点，哎呦，来不及嘛。演艺技能、健身技能、健身。啊，我这边。兔子在吃东西，我这边怎么了？我这边要吃东西，让它自己去呗。把兔子这里健身啊什么先给跑起来。正在起步。吃东西啊我吃东西啊，兔子不是煮了东西了吗？对不对？哎呦我的天，布丁你在干嘛？妈呀！拿一，哎不对，拿一份吃。劝说进食，
放到背包里对吧？我可以直接吃啊。吃炖豆子。哇，布丁这水子，这水子。牛奶啊，兔子怎么身上还放了个牛奶？卖掉它，应该好了吧？快完成了，哎呦，五级了，好的。与演员合作，就是这个进度条出问题了，不管它。等到后面满级之后，再给他换一个职业，或者换个经纪公司，可能就好了。与演员培养你的演艺技能。练习演戏，然后我们进一下这个房间就可以了。我们先把这个演艺技能培养好，然后再把那个演员给拉过来，能不能拉过来是个问题，可能要到早上才能把他拉过来。如果这个全满的话，我还是让他兔子自己去演戏吧，我们就不控制兔子去演戏了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是要去那边，管理一下我们的这个公寓，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这个收入，或者有什么方法去提升收入。睡一会儿，把那个休息一会儿，身心放松一会儿，把状态拉一下。人呢？哦，身心放松一下。哎，只有我能用吗？啊，只有我能用啊！我的天，这玩意儿只有我能用啊！哦，只有我能用啊，兔子不能用，必须要明星才能用。不会吧？我还以为兔子也能用这玩意儿，那无敌了。你必须要达到星级才能用这东西，否则到时候你也去唱歌吧。这个神器只有我能用，哎，没办法，坑呢。兔子也要去唱个歌，然后赚个钱，写几首歌，那我们就饿不死了，每天都会有钱了。爱情公寓没有钱，我感觉怎么感觉爱情公寓不赚钱呀？兔子吃个饭。哎呦，这个坏了，打扫。这个炖豆子没坏吧？炖豆子给放冰箱去。吃，打开。我今晚菜拿一份。我这边状态全满了，已经。这干嘛？练习唱歌，我要唱跳 rap 了吗？开始，耐力长跑，减减肥啊！之前觉得太胖了，兔子肯定嫌我胖了呀。哎，我还瘦下来了吗？哎，我什么时候瘦了呀？我之前我记得很胖的呀，跑了两次这个跑步机就瘦了。布丁又在哇哇哇叫了。这里的按键都坏了，我看看能不能聘请新的演艺公司，把这个经纪公司给换了，看看这里能不能好。好像没用啊，换经纪公司没用啊。取消演出。这里的按键都没用了，要不先啊，不需要，或者要不这个职业找一份工作啊，这个职业
辞职。No, but so she must. 等等等等，我看看啊，我看一下，兔子这个是职业问题还是覆盖了模组的问题呢？这个一块东西都没有了，很难受啊。就是我那个也点不了了，就是明星这个星级亮眼新人，只能点其中一个企业合作。如果我是不是取消了这个也没有了？好不容易练上来的，算了，先辞职吧，试试看。我先存个盘，以防万一，对不对？万一辞职了还是这个样子，那还不辞职？加入个职业生涯啊，看看，寻找工作。哎，哦，改掉了，哦。找网临时工作网，哦，知道了，为什么这边有临时工作，这边是没有那个找一份工作，现在多了一个临时工作吗？之前好像没有临时工作，园丁还有这种职业的吗？现在多了那么多代位人员、政治家、服务生啊，这是模组给的。兔子这个属于军事销售员、保姆啊，模组多了一堆这个东西。潜水员啊，这个是本身就有的，潜水员、救生员、渔夫、劳动力工作者、渔夫啊，这个潜水员应该是这个地图的。我记得兔子这个是演员呀，对不对？演员呀。演艺人员，兔子这个就是演员，自由工作者，哇哦，开放职业，这个是官方给的还是什么的呢？兼职，那就是还是兔子，还是要表演演员呀？你看这个啊，这个好像是。这个贴图错了，完了，我感觉就是这个问题。那载入一下存档吧。看来应该是这个客户端，就是游戏端更新坏了，是完全坏了，那就很尴尬了。看来到时候要重装一下这个段，肯定更新了一个不该更新的包，到时候有新版本就是大合集我再去重装一下，记得把存档拷贝就行了，其他的无所谓。但模拟人生装一下真的挺长时间的。好吧，兔子这边这个工作也取消。哎，完了，他给我这种存档了吗？我没存呀，他给我自动存档了，不会吧，兔子这个职业生涯就完了。47，没有呀，不会吧，他把我这个存档给存了，还有这种说的，我不存档也不行吗？存档应该可以的呀，我没有存呢。哦，有可能重新读档一下，外部读档一下，因为世界的话不一定要存档啊。算了，如果真的没了的话，那就真的没了。希望兔子的工作还在啊，在就好了，随便怎么做。哦，还在，吓我一跳。就这边的条条乱了，功能按键错了，错位了。取消辞职，选取一个公司，就这边的按键是全失效了，只能在这里点。查看演出。
哎呀，试镜都没有了，选择试镜都没有了，怎么回事？哦，聘请一个新的经纪公司，经纪公司没有了，那我只能在这边点了，这里点不了了。查看演出，好，还是警探吧。五级健身，健身妥妥的。多多睡觉吧，睡觉。好，我这边是状态全满。好，我们去我们管理我们的那个爱情公寓，走。反正如果兔子要去上班了或者怎么了，我们就那个去给他把状态调整一下了再去上班。反正没法邀别人过来聊天啥的了。感觉我们这个事业不赚钱啊，怎么办？付账单。1000多块。电费要付啊，然后主要这个还有什么？哦，可以取得收入，取得收入，这是取得什么收入啊？3000多啊，工作表现棒极了。但是取得收入是不是取得这边的收入？已经取得今日他的收入了，哦，就是从这里取得收入吧。最近的访客确认访客入住租客。就这几个吗？让他们来住，然后我可以取得收入吗？但取得收入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啊。每个人都可以取得收入啊。控制切换到托尔兹。我看托尔真能不能取得收入，如果他能取得收入，那就是不是这个模组的东西了。我看看兔子能不能取得收入。哎，兔子就没有取得收入这个设定。只有捐钱，捐1000，兔子就没有取得收入这个设定。家庭领养志工活动，你看，果断那个取得收入是那个里面的，寻找临时工，网络社交，聊天。看来取得输入机应该是那个上面的东西了。啊，应该就是那个取得输入，应该就是我们设施啊，设施里面赚的钱。看来就是这样吧。好，我们切换到控制默默打，差不多啊。这一集的话，我们已经搞懂了这个东西了，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特地花几个小时去研究这个模组吧，也是有粉丝告诉我们，如果我有什么玩的不对的地方，大家要告诉我啊。比如说，啊，默默打这个模组应该这么玩，我可能会看一下这个评论，然后啊去了解一下怎么个玩法，啊，说明我这边取得收入还是有用的啊。我们把这个地形这个改了，然后这集就差不多了。把这个入场费给取消了，入场费挺烦的，主厨厨房呀。或者有更多的访客，其实无所谓，还有更多的访客。应该不是这个，应该是一个，更多访客，硬币精灵。热门景点，休闲健身，来点好的状态，高速网络，先玩游戏吧。高速网络要打，对，怎么，我这怎么打游戏打比赛呢？我这有个清新自然光线，
舒适无加，就这几个 OK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看看啊，这个取得收入就是这里独有的这玩意儿啊，就必须可以在这里赚钱拿取一笔钱，然后我们哦这边可以看那个确认订单客人退房啊。哦哦，这应该是设置成这个才行，但是我们是日租的这种啊，我都确认不了这个订单呀。好吧，那么这集我们就先到这里啊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啊，记得点个订阅和关注啊。啊，怎么都是这个狗仔队了啊，记得收藏收藏收藏啊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收藏是必须的啊。收藏我们这期还是达到100吧，我觉得100应该很好达到的，如果100经常达到，我们就要改到150或者200之类的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暑假嘛，我觉得100这个收藏是非常好达到的，反正大家能尽量多收藏就多收藏吧啊。好的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